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李坤泽委员发言。李坤泽委员，李坤泽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林正二委员发言。此人临时提案，有鉴于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的手机装置都是以设定电讯费率汇率优惠措施来购买，电信商拥有引进这些规格的手机以及通话费率的决定权，成为影响终端装置规格的最主要关卡。目前悠游卡公司与五大电信公司成立了所谓的 TSM 平台之事业结合，并向公平交易委员会申请许可，未来五大电讯的共同经营将全面垄断电信网络，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的现象。行政院应该责成公平交易委员会严格把关，阻止悠游卡公司与五大电讯之申报许可被以彰显政府反对联合垄断行为以及落实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作为是否有当，敬请公决。